原标题：大汶口遗址中，专家发现古人手握神秘张牙下葬。经研究，是这个原因，远古文化中总是能出现一些让现代人无法理解的现象。距今4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大汶口遗址中曾出土过一具神秘的男性骨骸，其手中攥着的张牙曾让人感觉疑惑不解。他手中握着张牙究竟想干什么？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如侵犯您的权利，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图片与内容无关，请勿对号入座。1959年6月，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包头村偶然发现了一处古文明遗址，考古专家们将其定义为大汶口文化遗址。经过年代分析测定，该处文明处于大汶口中期或晚期，距今有4600至64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文化遗存。大汶口中的墓葬共有130多处，文物数量巨大，有2000件之多。只是由于生产力较低，出土的器物多是以石器与陶器为主，包括石刀、石斧、陶罐、陶碗等等。除了众多器物外，考古专家还在发掘墓葬时发现了一具特殊的骨骸。骨骸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周边还散落着一些陶器瓦罐，显然是陪葬品。专家们在对骨骸进行鉴定时，发现骨骸并无明显的奇特之处，而当他们将骨骸的手打开时，却吃了一惊，这具骨骸的手中居然攥着一只兽牙。通过科学鉴定，专家们确定了该兽牙为动物犬齿，而且还是雄性张鹿的犬齿，也就是现代人经常用作配饰的张牙。这种奇特的墓葬文化的出现，让专家再次陷入了重重迷雾之中。专家们绝对是见多识广的，奇怪的葬俗对于他们早已经见怪不怪了。比如在已经大汶口遗址中发现了著名的凿齿习俗，比如古代的傈僳族崇拜火神，以求上天赐予种族光明与温暖；三星堆的先民崇拜太阳，用以寄托自己生命永续的美好愿望等等。那么问题来了，大汶口居民为何要死后攥着张牙下葬呢？崇拜张牙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专家们给出了3种推断，大致如下：一、张牙和束发器有关。大汶口遗址中发现了不少头骨上有束发器的骨骸，这些成对出现在头骨上的束发器大多数采用了张牙和野猪獠牙的材质。在当时，部落的人们认为束发器寓与神有关，认为与神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只要戴上束发器装扮自己，手中握有张牙，就能让与神感到愉悦，从而降下丰沛的雨水，滋润部落生存的家园和土地。二、张牙和渔猎丰收有关。我们还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张牙被视作勇气的象征。古人狩猎是极具危险性的，能猎得一只野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获得一只张牙也极为困难。一旦有人猎得一只野兽，必然会将其牙齿取下，以证明自己的勇敢和武力。久而久之，在这种思想的传承下，人们就可能认为让祖先带着张牙而去，必然会让部落的子民勇气倍增，从而以张牙的神秘力量保佑后人渔猎丰收。三、张牙和顺利升天有关。张牙作为人们的随身配饰，往往会被赋予某种寓意，因此张牙成为辟邪器物也是很有可能的。既然张牙能够辟邪，那么让祖先手攥张牙入土，它的神秘力量就会为祖先驱逐妖魔鬼怪，以免祖先亡灵受到打扰。就这种意义而言，张牙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祖先顺利升天的通行证与保护伞。在大汶口文化中，
除了古海首段章崖外，还有不少神秘的文化现象难以解释。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专家们的努力，一定会让所有的谜团都真相大白。到时候，人们就可以一览4000多年前的辉煌奇迹，共同获得智慧的启蒙与文明的曙光。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长山赵子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